哎，你烦不烦呐？一天要打几次电话过来？你要什么？哎，你是脚残了不能走路吗？你不可以自己送来我家吗？哈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很忙的，我没有空理你这个无能的窝囊废。对啊，我说你无能的窝囊废，你最好滚远一点。